来到了下塔。先去停个车。下塔在呼唤我们。王哥。停车。在景区上面有洗手间吗？有。有啊。哦，那好。前面是卫生间。哇，有人卖咖啡。哇，这个生意可以，可以买一杯咖啡。哇，拿铁40块钱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现在下了点小雨，进去。我们到了这边以后，还要坐区间车进去，不能自己开车进去，得要坐这边的车进去。景是真的美，但是冷也是真的冷。这可爱的船游小姐姐。哇，景区入口发车，9点发车，最后一班是18点半。哦，终点站是温泉酒店，收车时间是8点。这边有发车的时间，要注意时间，不然就没车回来了。现在排队上车，车感觉不太大。晴天晴晴晴，我都为他做的。感觉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有太阳，有太阳。日盼夜盼的太阳出来了一点点。因为去这种地方有太阳拍照是非常好看，要是阴天下雨天就差了点意思，就差一点。椅子上怎么有一些石头呢？下塔。哎，能坐多少个人这里？三个吗？可以上啊，三个吗？有个四个了，三个。啊，好感动啊，出太阳了。这我们现在在这边的一家面馆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哎，你好，这边有什么吃的吗？现在只有泡面，然后抓饭还需要20分钟。抓烤肠要等多长时间？烤肠？烤肠没有电。没有电啊？对。哦。泡面吧。要不吃个泡面算了。我们看泡面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钱啊？哎，有抓饭。啊。哇。漂亮吧？抓饭多少钱一份？40块钱。40块钱一份是吗？好吃的啊，真的太多了，我们两个吃不完。要一份抓饭，要份吃饭，你们俩就够了。对对对，加点米啊。OK OK， 那要一份抓饭，要份抓饭算了。来拿这个盒，你们俩就够了，给你多加点米嘛。OK OK， 谢谢。嗯。漂亮吧？羊肉是吗？啊，羊肉，非常香。你尝尝我的抓饭，老子跟别的抓饭不一样。哎呀，我的味道太好了。拿饭盒，都在里边箱子里，丫头。哇，这里还有烤肉是吧？烤肉。哎，他在烤东西嘞，烤肉。烤肉。烤肉，
现在哦，现在还没醒。等一下下山看有没有时间吧。下山再吃。对，下山再吃。下山再吃，这是羊肉是吧？对对对。哇，新疆的烤羊肉。什么时候可以烤？一个来小时。啊，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能烤、嗯、是吗？好，下山尝一尝。多点嘛，让你俩吃饱就好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肉是一块啊，你们俩分啊。嗯。肉不能给你多给啊，饭可以多给的。行不行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好吃。大哥真热情，我们先吃一下。这个羊肉真的是太厚实了，给了一块这么大的肉。哇！我来问吧，我来问。哎，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去那个将军桥了是吗？对，来回一站的，你看也可以。来回就是将军桥是算是终点了吗？没有，将军桥往上面还有骑马项目。啊、哦，往上就是那是冰川那个可以去吗？对对，四号房子那里。就是还要走上去吗？自己就到了将军桥，自己要走上去。对，也有走上去，走上去也可以的，然后骑马也是可以的。往返的是吧？啊、哦，走上去。这个有学生票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哦，三十一人。31个人对吗？现在等多长时间？往返的，就是我们走上去冰川玩完以后回来。这一晚是7:30，你们拿着你们的票。那我们也买两个吧。看一下你的凭证。是单程吗？也可以买单程，也可以买往返的。往返是多少钱？往返是三十呀。哦，那我们买往返的，就是两张60。嗯，往返4张。凭证看一下。就扫了吗？啊，那个扫钱了，扫钱了，扫钱了。凭证，凭证，看一下。我带这给你了。那个凭证，那120。哦，60块钱呢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要等，要排队坐车上去。好像有玻璃，没有，好通风啊，好通风啊。哇，这个车！来来来，两个来，好。还有两个吗？还有一个。啊、哦，不行，我们两个人。啊，你们两个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哦。哇，副导演，什么？哇，小火车。不要伸手太多啊，两边的啊。到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选择徒步或者是骑马上去。那我们昨天已经骑过马了，那我们就徒步，也就是走路上去。说不定路过的风景很漂亮，是吧？雪山。这边的草是这样的，一团一团黑黑的。我们正在徒步去冰川，现在气温只有0度，我们都穿了羽绒服，但还是很冷很冷。到上面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风景。我们现在走到一半了，但是特别累，因为那个路很陡，很难走。我们已经走了大概大半个小时吧，差不多1个小时，但是还没走完。那边有一些还没有融化的冰。过去摸一下冰，哇，这里有水，那我就摸一下水吧。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，
哇，好冰好冰，特别冰。哇，好冷好冷，好冰好冰。上面是冰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些冰有些脏了，因为很多人走上去拍照。那边的冰比较白，比较干净。哇，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完全被大自然给治愈了。这边牛马经过，马儿肯定也特别累吧。哇，好美好美，特别美。我们刚刚才知道冰川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，我们不得不就在这里放弃了。这个小山坡就是我们这次下塔徒步之旅的终点。哎呀，喘死我了，太喘了，一路走上来都是坡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拍几张照片就回去了，我们3:30要去下一个景点，所以时间要把握好。哇，家人们，太美了，好大好大，我们没想过那么大，真的。嫂子，主播说，主播说，主播说，我们在等车。哇，好冷好冷，现在是多少度？别抖，普通话1度。哎，美女，是有烤肉吗？有啊，那边。那边啊？嗯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哦。你在烤啥肉吃呢？烤，我先吃烤肉。我要去吃烤肉，新疆烤肉。啊，哥啊。烤肉。我在过去。哎，烤肉。对，现在要等多长时间？几分钟。几分钟啊？三四分钟。3分钟。那我们要先要两串，给我们两串。你要不要辣子？不要辣，不要辣。不要辣啊！对对对，不要辣，不要辣。两串啊？对，两串，不要辣。一点。多少钱一串？8块。8块一串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为什么要裹面粉的？它包住水分嘛，啊、吃起来嫩嘛。哦，包住水分，吃起来比较嫩。哎、好的，行。回去再说吧，给我们烤快一点，我们赶时间。好好好，我们赶时间。你们要到里面去是吧？不，我们要出去了。要下山了。对对对。下山车多的话没事。真的吗？车到随便蹭。我又来了个。哪一个黑工呀？3个黑工一盘。我还不能盘什么意思？我们就拿着吃就行了。哎、拿着吃就行。还有上面那些兔子。熟了吗？对对。晚上稍微烤透一点啊。烤透一点没事，烤焦一点就可以，烤焦一点。站着再吃。撒多点孜然。孜然。哇哦，好味。你可以有两群。新疆人很好客的。对啊。对。新疆烤馕。那这个景区只开多长时间？就是开到从几月开到几月？9月份。到9月20号就关了，因为下雪了是吗？五月的天气都是0度，我的天！前天早上下雪了。嗯。前天。前天。就前天下的，就是。前天下雪了。嗯。哇。下的好大的雪。哇，真的是，
我们广东来的嘛，广东那边32度，现在五月32、33。没见过雪吧？你们没有，我第一次啊，我去别的国家见过，就去别的地方见过。好好没照照雪景吗？上去以前我拍过，没有，五月来没有拍到雪景。好美好美，在车里面看的景也超美的，满眼都是绿色。